可以啊，我觉得难度没有到真的非常高。欸，我以前我们打那个一些地狱级的梦魇什么的啊，那个重打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都有啊。这个应该还好啦，至少我们知道是哪里有问题。有一些关卡它是真的是要赌运气的那种，有一些关卡梦魇级什么那个真的是你打到第八关、第九关，然后一个运气不好就要重打，那个才叫难。这个难度我觉得还行。有跟过那一段日子的人就懂。哎，谢谢，不告诉你啊，感谢感谢。北翠跟韩修桃可以一起开吗？可以啊。这边洗一下，我把技能全部洗出来。反倒是那个翡翠有没有？翡翠现在当队长真的是完全没救。翡翠伤害有够低的，更惨。把那个钻石洗出来，我们这边开钻石加金庸一。我已经把剧本想好了，钻石两回合哈。钻石金恩一技，好，新珠盾。哇，又天降一组！哇，这个新珠量大放送啊！那这样我好像不用开第二支了，因为它天降一大堆新珠，我不用开第二支了。那如果说你刚都没有天降新珠的话，就要开第二支。以前好玩，现在好玩。以前比较单调啦，但现在是比较多玩法这样子的。但你说好玩的话，以前我觉得游戏一开始当然都是最好玩的，这个毋庸置疑吧。哪个游戏一开始不是最好玩的？转错了，少一滩。天南也是一开始，对啊，每个游戏都一样啊。嗯，这边看一下这个版面，一二三四五六七，应该要再一次。再一次，上面这样子，可以。二血，重点来了。照着开啊，哦，技能照着开啊。哇操，这个版面好像有点差哎，光暗珠有点太少。不过我觉得加龙科应该是够。哇，加龙科应该够了，版面有点差。
那那个火珠尽量少一点。喜欢官方出一堆新东西吧，例如金货，那、啊、他一定要出啊，他不出会大家会腻啊。对，哎、欸，这边的话一定要一波带走哦。可是这边钻石没跳哈，钻石没跳没关系，我们开二技，开二技下一关钻石就跳了。所以这边一定要把这个中间手杀盾一定要一波带走，好不好？一定要一波带走，一定要一波带走。然后再来有钻石就简单。来，开钻石。是不是？我不是说这个很简单嘛，对不对？不难的啊。喂。鬼机银行隐藏七 C 哦，这边的话第一回合打多少？14000。我们还有打几可以回第一回合，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了。手消七这边要开打几？来开打几回第一回合？然后开打几牌珠？1 2 3 4 5 6 7，一二三四五六七，靠腰，差点超过。OK。接下来呢？第二回合哈，石化这边哈，这边要怎么开呢？各位观众。零枪差一回合，这边开二吧，过得了吗？够得了吗？各位，以防万一，以防万一，我不想重打。哎，好像有点太痛了。这只血是6亿，我们打了26亿。好，再来这边哦，记得啊，千万记得啊。直接打。各位观众，这个时候呢，看一下妲己，剩两回合，完美，完美哦。为什么说完美呢？木珠消掉哈，木珠消掉，不要照红绿灯转，没事哦，完全没有关系哦，各位，妲己剩一回合，对不对？来哦。我是不是有说很简单？我是不是有说很简单？欸，钻石跳了，其实可以开。我钻石跳刚刚没开，只要剧本对就非常简单。好，最后一回合开解锁妲己的技能加钻加钻加钻石加那个什么加那个龙科就过了。等一下，水火木光没有光珠，
没有木珠，会天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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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啊、哦，我是不是把木放在光下面会有啊？是把光珠放在那个，把这颗木放在光下面，会有那个强天降嘛，对不对？啊，是放在上面还是放在下面啊？哎，我知道怎么，其实我知道怎么弄，我没那么笨。是不是木珠天降嘛，对不对？轻轻松松啊，再加个龙科，我就不信你死不了，是不是？好啦，这个金恩就这样打啦，我是觉得你剧本对了就很简单的啦，一开始没有，还不知道剧本怎么打，剧本对了就很简单。谢谢那个 P E N O A T L E Super Puzzle Bro， Thank you bro， Thank you bro， Thank you， Five Dollars U S， Thank you Thank you， 他每次都会来抖我、欸、这个外国朋友很可爱，哎、欸，嗯。